你知道惠州的有钱人都住哪里吗？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惠州南大旁边的中式庭院湖景别墅，5米4的中式院门，每个门还可以定制一个门匾，雕刻上自家的大宅名字，非常气派。大门进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入户庭院，进门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厨房和一个可以容纳10多人的餐厅。一楼这里我们还有一个超大的客厅，6米的双层挑高，一整面的大理石背景墙，就像一幅山水画一样，太漂亮了。客厅出来的景观阳台一线湖景，跟园区的喷泉景观。二楼主要是休息空间，父母房跟儿童房为主，儿童房也有一个小阳台可以看湖景。三楼做了2个主卧套房，有衣帽间跟分区洗手间。在城市中心买一套临湖大别墅，旁边就是惠州南站，既能享受庭院生活，又能满足日常的休闲娱乐。就这样的别墅，700多万起，你喜欢吗？